现在怎么样？不错，昨天回去，尤其是女儿和儿子都给我很大的安慰，谢谢大家。那女儿今天怎么样？一直来没有投票，这次只是在淡水吗？大家都晓得水是什么，万水。谢谢。今天预计几点会到女儿总部来这边来看？晚上会去开票。谢谢。我非常高兴，台湾在选举这一天这么平静，也就是展现出来我们台湾民主的风范，让全世界都羡慕。台湾人用理性的投票来表达人民的声音，这是我们几十年大家共同奋斗的成果。我们感觉到作为一个台湾人的骄傲，让全世界都羡慕台湾在选举的时候是这么样的平静，而且用理性而用脚来走出台湾真正未来的前途。